一样的明星，不一样的内心独白，最真诚的声音，最动情的故事，最期待的新作，最亲密的距离，都将首次发布分享。这里是非常六加一特别制作，非常新发布。有请发布嘉宾费翔。就这样，就这样，悄悄地离去，只留下，只留下淡淡的一句。既然有网友说你那帽子底下有没有头发？哦，把我气死了！所以今天要来这非常新发布，跟你们证明我是有一头的头发啊！你们都看清楚了啊！啊，可以拉一下，真的吗？你拉，你拉，你要你要给宋国顺，是真的，顺便把头发也拉一拉。哇，真的，因为望他的眼睛我就会紧张，然后虽然里面没词儿，但是还会脸红啊。你有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帅哥，谢谢，哎呦，心中的女神，男神，男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常六加一》的特别节目《非常新发布》，我是朱迅，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我们《非常新发布》做客。而今天来到我们《非常新发布》舞台上的这位嘉宾，他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位流行偶像，他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灰色的眼睛，更有着那样迷人的一份笑容，他至今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代男神。他究竟是谁呢？来，让我们看一看。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在台湾出生的著名歌星费翔先生。我唱一支歌献给我。1987年，费翔作为第一位跨越海峡进军国内歌坛的歌手，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以两首歌曲《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在一夜之间让国内的人们对于流行歌曲有了震撼的认识。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用花言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在当时各地区流行音乐交流不畅的环境下，费翔的音乐为上述发轫期的内地乐坛带来了最丰富的音乐养分。他的歌曲在内地可谓家喻户晓，而在今天再看，费翔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音乐生活。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缠绵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恋，泪水不会沾去我的眼。
清流的消息，有你脆弱心灵在我身旁，你听着黑夜的声音，梦一般清静，跟着我的旋律不愿意醒，黑夜的声音在城市中飘零，唱着我们的梦，飞越到天明。为爱吧，未来有扛起天涯的游子，未来吧，未来有我一眼卷飘。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平创请发布嘉宾费翔。谢谢谢谢，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抽空到这里来，和我一起录制非常新发布。你知道呢，节目组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呢，他们跟我提出了说这个节目的形态比较特殊，必须要先让你出场先说话，然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因为呢，首先呢，你们可能知道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父亲是美国人，我母亲是地道的山东女性啊。可是我受的教育呢，是英文教育，所以我的中文还不是那么健全。然后再说呢，我本来就不是很擅长用语言表达。今天你让我为您唱歌，或是为您演一个角色，我都非常非常容易，对我来说是很投入。可是让我说话呢，我就会特别特别紧张。所以今天呢，你得多给我一点鼓励，好不好？谢谢。你知道吗，我还冒充一个这个假主持人，我还带着一个赖皮的卡啊，所以我怕，我真的因为有很多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直接的跟你说一些话，然后我怕我忘了什么啊。今天呢最主要呢是来发布新的作品最近呢我拍了一个微电影然后呢我呢也特别高兴能够把作品带给大家，因为我往往呢都是比较怎么说呢，自己觉得我自己个人不是那么重要，我都不喜欢以我个人经常出现。所以你知道我的经纪人经常骂我，他说费翔你太低调了，你太低调了，你必须要多上节目，多炒作，多闹一点绯闻，你知道吗？可是呢我呢始终呢就是觉得不是特别习惯，我都是喜欢用我的作品为我说话，代表我所以今天呢我能够很高兴的陪着我的作品一起跟您见面你知道吗今天你们可能我一出场的时候你们看说他到底是谁啊，这个胡子这是谁啊，因为我这个胡子呢的确是为了我的新微电影谎特地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所以呢很冒昧的今天就带着他来，你们还觉得习惯吗？你知道吗，你们的反应是正就像所有的网友一样，你要就是有一半的人会说习惯喜欢你就不要剃了，然后呢还有一半的人说不习惯，那么我还是喜欢你那个干净的样子所以呢我决定了，我现在就发布了，我决定了以后呢我是偶尔会留一留，可是我也会
也会把它剃掉啊，我过几天就剃掉了啊。你知道吗？这个胡子的事情呢，是因为我经常在国外休息。我在国内呢，就演唱一段时间了，我就会到国外休息。到我家里国外的家呢就很安静，然后呢到那儿呢我就想完全放松，然后我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老宅男，你知道吗？我连那个胡子都不剃了，因为我懒了，懒了，非常懒。然后我就一天一天的这个胡子就长出来了，所以我很应该说到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的假日呢，我的胡子就已经非常长了，然后我就因为几次的就是长胡子这个习惯呢，我想也我自己已经看惯了，然后这次呢，为了作品，我想把它留下来了。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呢，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开了微博 ，OK， 就是我都觉得是个奇迹啊。你知道这么大年龄还开微博，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呢，我能够更直接的，更快的把我的想法，还有把我的作品带给所有网络上，还有通过网络跟我所有的朋友能够联系，你知道吗？可是当时我的微博开的时候，上海的我的助理就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我那时候在纽约，他就说。赶紧啦，那个微博马上要开了，你快点发一张照片过来。啊，对我都是这样语气，很凶的，很凶的。这个一个上海女性啊，非常凶。快点，然后说，可是我现在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就说，他就说那个你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赶紧拍一个纽约的一张照片。然后所以说好，我就赶紧跑到了那个我家旁边，我就住在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旁边。然后我就赶紧那个在那儿，我想拍一个典型的这个纽约背景的一张照片，就是能够有纽约市带给大家。然后呢，我自拍，我在那里伸手半天，可是我发觉呢，我手还不够长，那个没办法那个拍到整个全景。我还赶紧打电话叫朋友说 ，Hey， listen， I've got a real problem， get over here quick now， I need you to take a photo for me now。Yeah. 然后好了，那就住在旁边的朋友就赶过来了，然后那个就好的时候我就把手机塞给他说，你就站远一点，把那个后面拍全一点，重要一点，好，我就站在那儿就当拍了一张 ，OK。可是你知道吗？这张呢，我就塞着帽子，然后那天胡子也根本没修好，然后就乱七八糟就这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这微博一开了，然后呢，那个网友都特别特别的支持，然后呢，就既然有网友说你那帽子底下有没有头发，把我气死了。所以今天要来这个非常新发布跟你们证明我是有一头的头发啊，你们都看清楚了啊，可能没有我20岁那么多，可是还有啊。你知道吗？这个微博这个事情真的是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因为的确呢，我没有那种习惯，就是把我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公布，因为我都觉得好像我的生活是很普通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让大家关注的，我在国外的生活一般都是住在两个地方，一呢就是在纽约，我在纽约有家。纽约呢是我住很多很多年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速度很快的城市，然后它的文化生活非常非常的丰满，所以它满足了我很多很多的欲望，就是我能够看到所有最新的电影，还有刚刚创作出来的话剧啊、音乐剧啊、歌剧啊，我都能看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在纽约的家呢，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现代装潢的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在高楼大厦里面的一个屋子，也不是说特别大，也没有特别奢侈特别豪华，可是很适合我这样一个单身老宅男住啊，非常非常安静。我还住的另外一个城市呢，也是我应该说是10年前爱上的城市，那就是伦敦啊，因为伦敦呢应该说是文化比美国要深，比较要远，
然后呢，在英国的人呢，跟美国人不一样，英国的人比较含蓄，比较可能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还是比较强，我比较习惯他们的礼貌，他们比较谦让，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奔放，那么我是最牛的那种态度，所以呢，我习惯了一部分的时间住在伦敦，然后我在伦敦的家呢就比较是在伦敦的，即使是郊区，就离市中心就半个小时，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房子，大概最主要呢，它房子本身没什么特殊，可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花园，然后这个小花园呢，就是我能够看着每一季的转变，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这都是我花园里面长出来的花，你知道吗？你不要哇，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这个，是吧？英国就是有这个特征，它很绿，很绿。然后伦敦这个城市虽然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公园，然后它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的高，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一个，不管是一个小花园或者大，我的花园不能很大，因为我其实那个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可是伦敦的气候呢是能够让你，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漂亮的玫瑰啊花什么都能长得出来，所以我又很享受这个照顾我的花园的时间呢。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这个微博开什么啊，然后长些花，养一点猫，就其实呢我真的会觉得很，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能给人家看的啊，我其实我的房子也不是什么皇宫，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房子，最主要呢还是把我的这个生活做好，因为毕竟我年纪也大了，然后呢我只要我状态能够维持下去几年呢，我的嗓子最关键了，我真的不太管我的外形，肯定是会一塌糊涂了，可是我的嗓子能够保持，那我就会再继续唱个几年，可是往后呢我就要过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生活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会觉得最主要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点我的生活，还有分享我的新作品，还有呢当然我每一次回到中国呢，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珍惜，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还有一直在我心里的朋友，谢谢，真的谢谢。所以呢我每一次能够有机会回国演唱，我也是跟着现场的观众一起在回顾过去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随着这些音乐也是我自己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呢今天呢也难得我们能够有缘分在这里见面呢，我想呢我也可以为你演唱一首当年经典的歌曲，今晚呢我想为你演唱一首我很少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曹俊宏老师的作品，只有分离，希望你喜欢。没有感觉，就这样。
谢谢，好不好听？我也非常好听，我也觉得特别特别高兴。好好不容易我说了好多好多话，然后我这个业余主持人可以退休了啊。我在这里呢，我就很高兴的能够把这个主持的工作交给我们今晚的主持人朱迅，请热烈掌声欢迎他，好吗？好久没见到你，我被惊到，他刚才走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有认出他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跟我同样的感觉。我第一个想问你，你这个胡子是你自己的吗？还是你粘上去的一个电影造型？你可以拉一下，没事。真的吗？你拉，你要给中国是真的，顺便把头发也拉一拉。对，真的，他是自己的胡子，我以为他是粘上去的电影造型。天哪，你知道你刚才让很多人心碎吗？你刚才说，可能等我的嗓子不好了，我可能就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不会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后面有一群大姐在叫，不要。没有你的日子我们会寂寞。哪里不会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知道。所有在国内支持我的朋友这么多年，哎，我知道他们的心理，我非常非常理解。我呢，其实不是说马上要退休，我非常愿意演下去、唱下去。可是呢，我会觉得，最主要是嗓子了。那我希望呢，就是我走出来呢，我能够把音乐表达好，要不然我会真的对不起这些作品。我真的唱了好多好多首歌，都是这些老师，谭健常、曹俊宏、梁鸿志、Andrew Lloyd Webber， 你知道我把他们的歌曲给糟蹋了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是这个原则。对，这是一份敬业，真的。我站在他身边，我可能看的会比较细致一点，我看到你眼角仍然还有一些湿润。刚才是什么触动到你内心的那份柔软了？ Well， 我会觉得。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啊、然后能够有这么多年的应该说是缘分吧。当时我第一次到祖国内地，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啊，27年后我还会有机会站在台上啊、我真会觉得是我觉得国内的朋友给我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会尽量的把我的路走好，然后把我的作品做好，就是这样子。这是你的承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电视台1000平米演播室，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27年前你同样是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刚才坐在下面我很奇特。那个时候，我想在座的大多数朋友都还是少女。都还我还没出生吧，27年前都还是小孩子。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的风采，27年后在同样的地方，我们一般非常新发布不是在这里录的、哦、是在另外一个演播大厅，但是今天冥冥之中就好像注定了一样，你回到了这里、啊、真的是缘分。你知道我经常在纽约演出，或是在纽约的看戏的时候，我经常会感觉到一个空间的历史，然后的确在这个棚里发生了多少多少的事情，多少精彩的演出，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我生命的那一场演出，所以我也特别特别珍惜。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如果你离得这么近跟他说话的话，你会觉得会被他的眼睛吸走。你明白我的心情吗？大家都懂得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真心话大发布。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或者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当中了。来，知道你要来，我们的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能够当面向你问一些问题。Okay. 你能向我保证你是真心话大发布吗？可以的，没问题。一定的。一定的，一定。来，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1987年春晚我们认识了费翔，很想知道1987年以前费翔是什么样子。你是什么样子啊？87年以前。我其实1982年就出道歌坛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在被一家唱片公司包装成一个偶像歌手了。就是82年开始出唱片了。是的，82年，82年，费翔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描述你看不出来。我们真的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天哪！哇！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呢是非常稀有，因为呢它是我到台湾，我根本还没有上第一次电视，也还没签唱片合约，就是我第一次。到一个摄影棚，台北的一个摄影棚拍的，然后有一个摄影师帮我拍，然后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拿给了一些影视圈的人士，然后呢被张艾嘉看到了，然后呢张艾嘉看到他就请了我演他的当时正在制作的一个电视剧，然后我就是因为演了那个电视剧，就唱片公司就签了我，所以就这样子，就一切都是从这么一张照片开始的。哦，这是你的起点，演艺生涯的起点。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年代是什么。还发掘了一位新的小生，论条件论形象大家都认为是上上之选，据一般内行人分析，他极可能成为明日的巨星，费翔先生，欢迎他到节目里来和大家见面。你好，费翔。你好，你好，陈金佩。各位观众，你好。1981年，费翔步入台湾歌坛，刚刚出道的他，迅速成为少男少女们的心中偶像。各位亲爱的观众，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热情洋溢。非常英俊潇洒的小男生，我们一起来欢迎费翔。看到费翔的外形以及身高，情不自禁，我会对家父母有所埋怨。我们一起掌声欢迎费翔先生。费翔先生你好。非常高兴能够请你到我们周末2100来表演。哇，其实跟你站在一起都好有压力哦。哪里哪里，怎么样，那个时候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吗？当然有，其实有一些记忆，可是你知道吗，那是我最最刚出道的时候，然后时光穿越30多年前，是真的是30多年。第一张专辑一出，就非常的顺利的走上了流行歌坛了。我根本没想到，我本来以为我要走戏剧的，可是后来就开始唱歌了，就没断。从第一张开始就这样子就发展出来了。是的，30年前费翔是那样青涩的一个样子，30年后，哇，好成熟，更有魅力了，是不是？同意的掌声。谢谢。好的，那么看看下一道问题。最近有一部韩剧叫《来自星星的你》席卷全国，再次在大众中掀起了长腿哥哥的浪潮。作为中国第一代男神，您觉得除了外形的保持，还有哪些方面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要说长腿哥哥，那是谁？没有，大声告诉我。我是自己就长腿叔叔就已经不错了，这也很贴切。没问题啊，其实你知道吗，金秀贤呢，他的成功呢不是你知道长腿哥哥是什么意思吗？当然，可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我不要多说。长腿哥哥就是很帅气的，身材很好的，对，从里到外怎么去修炼？我觉得从里呢一定是热情了，热情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有这种对于你所有的身边的人还有你的事业的一股热情。那外面呢，我真的老实说尽量了，我在尽量的维修，尽量的在保养，尽量的在真的是你知道吗，是一个
我呢是很容易胖的一个人，这个其实认识我多年的朋友都知道。然后我要维持一个体型，我必须得就是饿着。然后你饿着，你每天吃多少东西？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就是吃了两个香蕉。到晚上。Yeah， 可是我晚上。全部就是工作完成了呢，我就会吃我的一天的一顿。好的，我们一些他生活上的细节是不是？好心满意足哦。来看看你的下一个问题。看了《画皮二》，特别想知道费翔怎么忍心让自己出演天狼巫师这样一个角色。啊。我基本上，人家要不跟我说那是费翔，我根本不会想到是你。啊，因为那个才两年前嘛。大家记得吗？我们记得的朋友，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你看看我们的天狼巫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Swarga， Mesam Seyam Chinti， Desya Hasya。Pasyatyata rahuhu suryam grasisyati pata gevanam galam rajaputram teksamipam pratyagachat roshni namukatu satagana padiyati sa na akachati tam aparandi itakura pitaro Aparandi Surasanya Sarvamu Jayante Kaganasya Tashita Pranisya Saha Maloka Tatum Isyarati Varyam Darshi。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过瘾，也特别的开心。你知道，一直到现在，我每一次看到《画皮二》的片段，因为经常现在在各个渠道都会播放，我都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回忆。那还有那个指甲好可怕，是黑色的吗？对，那个指甲是整个拍这个片子当中的一个让我简直是最难受最难受的一件事。你知道我化妆为了这个片子，一天就要每一天早上就是基本上就是早上4点5点就要坐在这个化妆间的这个椅子里，然后他们就要化3个小时，就是头套啊、妆啊、什么这个指甲。可是这个指甲后来我们就因为时间实在是太耗了，我们就留着了。可是留着呢，我就等于是回酒店，就是晚上回，就是拍了一天，我的头是卸掉了，可是我就是带着那个巫师指甲就回酒店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天要卸要粘，我们还要浪费时间，所以我跟我的助理就商量，还跟那个化妆那个师肖静，我跟老师我说这样我们就算了，我们就省时间了，好吧，我就忍着吧。所以每天那个进酒店就是这样，怕人看见你的手，然后呢，好了。
那整段时间我就变成我所有的没办法办到的事情，我就打电话，就请我的助理过来帮忙那个系鞋带、脱鞋子、系这个、开罐头，然后真的那个连那个最可笑是，我拿出我的那个电话，我想拨电话，在上面像一只猫一样在那里呱半天，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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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办法那个拨号码，后来我在那用鼻子拨，然后、那个、还好你鼻子高。然后呢，就有那个粘指甲的那个老师就教我，你用这个地方拨。哦，可以。对对，他是说你这样拨嘛，就是这样拨，得得得得得，我说好。学了很多那次。没错，有各种方式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你这不是第一次演反派吧？其实应该是我其实经常在话剧里或是一些东西，我都会尝试演反派。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有机会演反派，我都会争取。过瘾。但是内地的朋友也许您不知道，他曾经在一个 MV 里面演过一个反派，有照片为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跟谁演的？他跟蔡明，你们是演？我们是演一对夫妇。哦，夫妇。对对，他就演我这个花老公的受气老婆。对，花老公，其实就是你演了一个花心的汉。花心汉，我怎么跟你说话？花心汉，你演了一个花心汉。你在你这次微电影当中也会出演反派角色吗？其实他是有一点反派的成分在里面了，是有，是有，对，哦，其实很过瘾，我们期待着看，一会儿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都非常喜欢你的歌，但很少见费翔大哥在电视上唱经典老歌，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场演唱的时候呢，我保证一定要唱的。可是呢，我会觉得电视上呢，我就会比较少想要这么表现，因为我觉得电视上呢，应该是比较给大家带来一些别的东西，有的时候唱一些应该说是新作品，或是甚至于翻唱一些别的老歌。但是你不唱，前几天有一位老先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哦，真的？真的。好，还给你留下了口信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刚才我在后台啊，听说费翔也在这录了节目了。本来他是每次都是要唱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但是他说这次他不唱了。我一听他要不唱了，那我唱唱算了，就让我火一把吧。真的我非常高兴。其实我非常对这个费翔我非常喜欢。你看那么高的个子，那么帅的小伙子，尤其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90年代初吧，好像是唱的那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好，我真的非常喜欢他。我唱肯定我还是不如他唱的那么好。如果是下一次有机会，我也可以把我的那个冬生祥来唱上。当然我不是说他水一把，我是火一把了。谢谢杨洪基老师。真的谢谢杨老师了，太好了。你知道杨洪基老师是谁吗？我知道，可是我会觉得他这个他的歌呢我就唱不了了。我真的怎么办呢？对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对，他当时还在学你的动作。太难了，我觉得。那这样吧，既然杨老师也开口了，而且我们刚才心里一直痒痒，刚才你唱的那首《只有分离》唱得我们心都碎掉，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再给我们这个舞台上留下一首歌曲，让我们心中心怀温暖，心怀记忆。我当然非常非常的乐意。那我觉得呢，就是还是那今天呢，我看今天这个感觉呢比较像一个非常神秘的夜晚，所以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回忆，好不好？就是百老汇经典曲目 Memory
悄悄偷袭着大地，看不见一个人影，街灯分外寂静，没有月亮，也没有一片落叶叹息，寂寞心等待无限温馨的回忆，也曾快乐的时光，也曾美好青春。我还记得那灿烂似朝阳的笑颜，蓦然回首，我必须要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还是要继续完成我的任务。来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身为明星，每天都有很多人鞍前马后帮你操办好一切，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的确，因为艺人呢，不是说艺人很懒，或是其实我真的很少见到一个懒的艺人，他们都蛮勤奋的，对不对？我不是我们自己在说自己啊，都是要非常非常要非常非常卖力的，日日夜夜的这样子做。可是有一点是什么？演艺这份工作呢，就跟别的工作有一点不同，就是情绪很重要，情绪很重要。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为了有的时候我要照顾到我的情绪我得先维护好，那我就是某一些事情我得让给别人做。我已经是一个很啰嗦很啰嗦的人，我所有的事情都愿意自己做，我自己做，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会非常高兴的自己做。其实我特别同意他的话，就我认识的所有优秀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人是懒惰的，每个人都非常的勤奋，而且非常注意细节。费翔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跟拍了一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片段。中午12点，摄制组跟随费翔来到了发布会的活动现场。尽管活动时间是晚上7点，但是一向工作严谨的他依然放心不下，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看一看会场布置的进展。后脑勺全挡的这一大堆，他说有他的经验，他说不用，因为我本来都跟他说，他说不要。有吗？听工作人员讲，费翔是个事无巨细的人。他喜欢参与设计自己的活动，启拿创意，出点子。今天的发布会也有他独创的亮点内容。我的作品
跟别的艺人有所不同，有我自己的风格，有我自己的想法在内，那就是在所有的细节里面都要呈现出来，挺关键的。因为你一定是通过这些细节，你才能表达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你想表达的是什么。看这四位模特，亮点就与他们有关，好不好？然后把门麻烦关上，让他感觉一下。费翔将用独特的方式展示电影中女主角的四套华丽服饰。你的手啊什么没问题吧？够，空间够了吧？你听得见吗？哇 ，OK， 麻烦那个先生先站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好不好？顺一下啊，好不好？因为观众一定晚上的那个参加会的人是从这入场，所以呢，我们考虑到他们的第一看到的是那套，然后那套是彩的一个流苏的一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请雷舒涵坐在这个柜子，所以看到的是第一个是那个这个非常亮的，然后是那个最昂贵的一个，所以呢，就是看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看到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费翔终于可以放心的回酒店了，为自己晚上的亮相做准备。嗯，咱们几点钟再回了？三点半，四点钟吧。四点钟我再回来，好的，回到现场。对，因为那个我得回去那个洗头发，准备了。对啊，好的，拜拜。OK， 好，拜。嗯，哎，那都顺利吧？顺利，顺利，顺利，好的。那我到后面去吧。杰呢也在吗？那个他们现在就得赶紧穿了，好吧？你看时间嘛，现在已经差五分六点了。看到模特的妆容没有按时完成，也没有吃晚饭，费翔有些着急，把主办方本来为他准备的食物都端给了模特们。先直接拿给模特吃吧。好，没问题，因为我没办法吃，没问题，马上让他们马上吃。行，我知道了。对，现在没什么披萨饼的时间，我们赶紧拿过去。端给他们吃。好的，端给他们吃，还有一盘在里面。好的，麻烦拿给那些模特吃。对对对。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四位模特顺利且准时的登场亮相了。Your love is here.Crown you with my heart, your love is king. You never need to part, your kisses ring. 哇，真的好美，好复古哦！这是你时隔六年的一部作品。对对，这次呢？这个谎这首歌呢，我们就是为了让它在老上海，一个三零年代的一个背景，因为你知道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设计，那个时代的整个的一个时尚的感觉。对对对，所以这次为了这个发布会呢，我们就让这几位模特展现在这个片子当中。这个服装设计师江红特别制造了这些非常精美的服装。这些服装的设计你参与了吗？其实都有参与，像我有给江红看很多的我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就按剧情的需求就给这次的片子就制造出来，是我跟江红一起沟通过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操持，都在操办。我们看看下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听说发布的是微电影，请问女一号是谁？很多人都会嫉妒她，嫉妒。请问女一号是谁？其实这次呢，我们这个剧情呢，我在里面的确是反派吗？是演一个反派。就是你可以想象，我如果是在当中演一个老上海的一个黑帮老大，哇，然后呢，是黑帮老大，对，然后呢？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呢，这个老大呢，他身边呢
有他就是心爱的一个女孩，我们在片中呢给他定的一个名字是娃娃，这就是谎这首歌我们为他制造的这个六分钟的一个故事。是的，今天真的很有意思，我们把剧中的女一号真的请到了现场，是的，非常美丽的一位女子，来，让我们有请她。真的蛮搭的，姑娘多高？一米七八。一米七八，你是模特吗？对呀、啊。我听说这个姑娘是从几百位候选人当中选出来的，叫什么名字？我叫欧阳靖。欧阳靖，在片中叫娃娃，为什么会从几百个女孩子当中就选了她？你的理由？其实你知道，我们当时想这个剧本是很容易想，这个整个故事。可是呢，到时候我开始找演员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导演组，还有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考验，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女演员要非常的年轻，非常年轻。因为这样子这个故事的，一方面它要符合那个老上海这个封建社会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是真实这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这个故事才会有它的该有的一种冲击性，所以呢，我们是看了很多很多的演员，然后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找到了欧阳靖，一方面呢是最主要是因为他是模特，他是刚刚到北京的一位模特，然后刚刚才开始他的模特的事业，可是呢，他的确是懂得怎么展现出三零年代那些服装所需要的坐姿、走姿、肢体语言，我们就说好，那就是他了。我特别想知道，小妹妹，你能不能把这里当成这个试验台，展现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女性的那种温雅，好不好？美丽。三十年代的女人吧，她们可能都会比较的高雅，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傲气，然后通常她们的下巴都特别抬得特别高，然后眼神呢都特别的淡定，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然后手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走路的姿态一般都是非常的优雅，然后要很高贵那种感觉。来。清冷真的是模特非常拿手的，我觉得他好厉害。但是我有一小妹妹，她是刚才跟我说她必须要很小，可能还不到20岁，从来没有学过表演的一个小妹妹，你跟她在一起搭戏会有压力吗？压力肯定是会有的，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吧，然后也是第一次演戏，所以说呢压力很大，然后但是我会提前做很多的功课，然后会学习一下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的神态呀还有什么的，然后这样感觉就会好很多。那小妹妹，我反正我跟她有很多次访谈了，但是我仍然会被她的眼睛所扎到。你跟她演感情戏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会，因为叔叔我就真的，你叫她叔叔吗？是，当然了。我们跳叔叔，因为叔叔真的是特别的帅，然后眼睛又是蓝眼睛，就是很迷人。然后我跟他对戏的时候，我都不敢望他的眼睛，然后就会掌握一个小秘诀，望他的那个眉心这个位置，然后就感觉像是在望眼睛，而不是真的在望他的眼睛。眼睛我就会紧张，然后虽然里面没词儿，但是还会脸红啊，然后就会紧张的心跳加快，就是脸特别会涨红。你看到他的眼睛会心跳加快，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怎么办？而且我听说妈妈也特别喜欢费翔，是不是？对，我妈其实是费翔叔叔的老粉丝了，然后从费翔叔叔出道那一年，一直那个痴迷到现在。痴迷啊！别说铁杆粉丝。妈妈永远不老，永远美。台下坐的是妈妈吗？
对呀、啊，哎呀，妈妈今天也在费翔的前面，你现在有心跳加速吗？当然有啊，现在我心跳非常的跳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女儿跟费翔演电影，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妈妈的，我想说啊，就是欧阳靖呐，有这次机会和费翔演这部电影。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哎呀，都说不出，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是，因为想站在费翔边上的是我当年的自己，是吗？对呀、啊。因为费翔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这是80年代吧？80年代末。哎，对我们青春的偶像，真的是我们心中的男神。没错。特别是啊，刚才听到他那首分离，只有分离。哎，我真的，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80年代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这儿，谢谢费翔大哥，哪里，谢谢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帅哥，哎呦，心中的女神，男神。你知道吗？我必须要感谢欧阳靖的母亲，因为我还真的不晓得她今天在现场，所以我一定要那个亲自感谢她，真的谢谢你那个能够、啊、对啊，谢谢、啊、你真的是我们永远的男神。不好意思、啊、谢谢你这次呢，不好意思啊，我说这不想，他已经喜欢你这么多年了，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吧。当然谢谢心满意足吧，心满意足了，今天我非常的激动啊，可以松开了啊。谢谢阿姨，谢谢哎，我不能叫阿姨，谢谢大姐，那么年轻，妈妈好可爱吧？妈妈其实并不高，费翔叔叔抱着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小鸟依人，对对。可是你看你姑娘，哎呀，好单纯。好的，真的特别谢谢妈妈，谢谢小妹妹能够来到现场，那。接下来就到了推荐人的时间了，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小妹妹，谢谢好美，来您看看下一道问题。好，现在国内非常流行选秀节目，费叔叔为何不去做评委？有人请你去给唱歌比赛做评委吗？内地的节目，对啊，我可以说呢，基本上因为这些节目呢，他们都会先想到就是资深的艺人嘛，然后基本上每一个节目到从一开始都有跟我打过招呼，都有问过我。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第一我就知道我呢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评委。为什么？我喜欢的评委是那种不要说毒舌了，可是至少是话能够说到一针见血的那种，让你就是会觉得很刺激。可是我呢肯定做不到，然后呢观众也会觉得没劲，然后导演也会觉得请这个人来干嘛，你是好人，好就老好人，然后是那种状态吗？我就会想我怎么样都会知道，因为我明明知道一个人站在台上，他绝对不是故意的在那个走样，他一定是在全心全力以赴的在把心都掏出来在那里为你演唱。这个我把我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我就真的一句话都会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评委，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就这条路我最好别上了。明白了，其实他是一个经常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人，确实不是毒舌评委，心太软。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费叔叔，怎么都管他叫费叔叔呢？没问题。费叔叔，你介意我们亲切的叫你老帅哥吗？我告诉你，那个我一点都不介意。这个老的部分我承认，帅呢，我不管了啊。可是这个帅吗？我是1960年12月出生的，所以我会觉得我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老或年轻这个事情是在心里，其实真的是一种心情，你的热情，你如果对于你的事业
或是甚至于对于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或是甚至于对于你心爱的一个人，也可以。你有那种热情，你就是年轻的。可是年龄，那我就无法否认了，我是中年步入老年了，这个是肯定的了。可是我的心情是非常年轻的，我的热情是很饱满。好的，那接下来就到了推荐人的时间了，谁会为费翔推荐他的这部微电影呢？是你的一位老熟人。哦，是吗？啊，不能说老，应该说交情很深的一位朋友。啊，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交情深的人很多。很多。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究竟是谁。好，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介绍百老汇歌剧了。不过正好这个节目仅仅靠我这一个外行人还不够，既要找一个百老汇歌剧的内行人，这人要会讲中文，这个是很多年前的，还有是观众朋友们熟悉和喜爱的人物，人选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费翔。嗨，费翔，你好，你好。是我们跟费翔一起主持节目呢，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就是凡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说。在美国，在美国，是不是能给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啊，你把难题都交给我了。谁叫你是内行呢？不过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太凉快了？是96年，其实我家就住在这附近，要不然我们一起过去吧。好啊，一起去。啊，杨澜姐当时好清纯呢、啊，真的，我在正大综艺是接她的班。自己刚到纽约来，这是你的家吗？就是当时，其实我住这里是很明显，因为这里离百老汇的剧院很近，所以一走路就上班了。哎呀，原来你跟杨澜姐有这样深的交情。96年，哇，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是7、8年前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劝我，啊，他说费翔，你真的，你赶紧回中国，你赶紧回来。然后呢，我跟他主持完了这个杨澜视线的节目，就介绍百老汇音乐剧之后呢，那的确，我1997年呢，我就开始还是有一部分的时间回到国内来了。哦，所以我其实跟他有很多很多。应该是多年的交流，在事业上还有在友情上都是很深很深的。杨澜，我知道，因为在正大综艺我接他的班嘛，所以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他很少会有这样的语言。他说我跟费翔的关系很复杂，我特想知道复杂在什么地方。今天就由杨澜姐来推荐费翔的这部微电影，看看杨澜会怎么说。来，大家好，我是杨澜，我在这里要隆重的为你推荐一部微电影，叫做《谎》。这个谎呢，不是说的，而是唱的。担任这一部微电影的出品人、制作人、演唱者，而且我相信从摄像、服装、道具、灯光，他都力求完美的，就是费翔本人。那说起跟费翔的关系呢，我觉得是相当的复杂哈，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费翔是我的青春偶像。后来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呢，我们相识，并且一同主持和制作了系列的电视节目。再到后来，虽然各自非常的忙碌，并不常见面，但是也一直呢非常关注他的行踪。他的每一部新的作品、新的歌曲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不，他就来了。而这一部作品，我觉得特别能够反映费翔他的这种审美和风格。整个这部电影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你一看就知道了。有很深情意的一位好朋友，其实真的有很多内地的朋友，无论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还是我们观众朋友们，都跟你有很深的情意在心中，所以真的是期待你更多更好的作品。那么今天我觉得费翔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我们一般到这个环节都会说我们的发布嘉宾会给我们的舞台留下一份纪念，但是今天这份纪念不光是留在这个舞台上的，费翔还想把这份纪念递到每一位现场观众的手中。他真的好有心，来，你来告诉大家。哦，没有，我就是非常非常高兴，今天我带来了我的新作品，然后现场的每一位朋友，我想要送给您一份那个精装的，就是我的《谎》的微电影，它里面有 DVD 又有 U 盘，每人都有，而且我们的制片部门是帮他抬进来的。其实我们从节目组
并没有要求费翔做这样的付出，但是费翔真的，他心中最重的就是每一位观众，我觉得应该用掌声感谢他。哪里哪里，这不算什么，真的。但是我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让请费翔为我们这个非常新发布留下你的名字。接下来我要隆重的邀请你走上八步台，至八步子，有请。首先呢，我要感谢朱迅我还有真的是感谢现场每位朋友在这里。你知道吗？作品呢，对于艺人来说是太重要了，还有尤其是我。好多年才出一部，你知道吗？我从出道歌坛是1982年，那个时候还是黑胶片的时代，然后我经历了卡带，然后经历了 CD， 然后今天呢，我们所有一起，还有跟着我一起成长的人，我们走入了网络时代，所以这部微电影呢，我就通过网络呢献给所有关心我还有支持我的朋友。我真的希望往后我的作品呢，只要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够通过网络，我很愿意的跟你们分享。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为您介绍我新拍的新歌的微电影《谎》。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费翔一起欣赏他的微电影作品。谎。小尘埃，双眼。
比前面的道理摇摆更改，一出口就苍白，晴朗阴霾，暴雨前的等待，谁也阻挡不了真实的到来。呼呼，作祟着时刻小尘埃，呼呼，双眼是妖怪，呼呼，说谎落生人的悲哀，呼呼，天责怪。表演还是那位姑娘的表演，真的是两个字，惊艳。哇哦，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把一个新的作品带给您，还有真的是借这个难得的机会祝您身体健康，希望你身边心爱的人每天都快乐，你也是祝训。谢谢飞翔，他总是这么贴心。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非常高兴的宣布，非常新发布，你的微电影发布成功。谢谢。非常新发布，不一样的明星发布，我们下期再见。很多人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哈，叫热闹组合。您再唱我真回不来了。主持人杨宏达，我老毕啊，我星光大道，我骄傲。评书演员单田芳，祝我的辽宁老乡九月奇迹的新歌盛开大火。合作这么多年，你觉得他最大的毛病和问题是什么？太帅了。没让你说。哎，我觉得这样我容易太说实话了。弹琴的时候就是要你说实话，长得比唱得好。长得好不是我的错。